看，你会不会太夸张了？黑色米克斯一脸无辜，像是在跟主人道歉。你卡住了。主人笑道：“被叮没当，狗狗闯祸了，竟然异想天开，穿越铁窗，但头过身没过，卡在夹缝中。”这下子进退两难，饲主心一横，只好破窗救狗。我的窗户被你弄坏了，你看看，我的窗户被你弄坏了，不卡。毕竟铁窗还能再装，但狗命只有一条，饲主二话不说，直接将铁窗锯断，连自己也哭笑不得。它绝对是一只吗？为什么？我那边全部都要加高了，不然它真的会跑出来。带着红色项圈的就是两岁大的布卡，主人说它是拥有猫咪灵魂的狗狗，超爱跳高。三姐妹都是米克斯，一个跳高，一个偷开门，一个还会挖地洞。它就是看到我之后，只是会像小孩子在那边嘻嘻叫而已。好像做错事哈。对。这铁窗高度起码170公分，相当于一个成人高度，但对狗狗来说，跳高只是小事一件，但卡住了屁股可是大事，硬闯越狱，只好拆窗，这调皮的代价不小。记者陈胜伟、杨静武、彭欣彰化报道。